天天今年九岁，爱运动，爱思考，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。本来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，可是天天最近却不太开心。妈妈又要带我去拔牙了。天天心有余悸，也难怪孩子，说起拔牙，对大人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。天天已经经历过三次了。就是出牙比较晚，小区里他的小伙伴们都是六个月开始出牙，他一直到九个月，才露出一点点小牙。我当时可非常着急，真急坏了。人的一生有两副牙齿，也就是乳牙和恒牙。乳牙20颗，通常六个月左右开始萌出，2到3岁长齐。天天9个月大的时候萌发乳牙，确实有点晚了。天天从小吃饭不太好，不像别的孩子，特别挑食。我就变着花样的给他做，给他做的尽量精致一些，颜色呀丰富一些，做的稍微软和一点，然后让他尽量让他多吃一些。可是我带他去检查身体，各项指标还都挺好的，都合格。由于担心孩子营养不良，天天妈妈在孩子的饮食上下足了功夫。为了让孩子吃得顺口又帮助消化，不但主食的面条米饭，就连蔬菜肉类都做得软软的，加餐的水果不是做成果泥就是打成果汁。就这样，孩子吃着方便，吃着开心，胃口逐渐好起来，天天的身体也强壮起来。一转眼，天天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小伙伴们一个个开始换牙的时候，天天的牙齿却一直没有动静。人的恒牙有28到32颗，一般情况下6岁前后开始长出，12到13岁长齐28颗。一般来说呢，这个小孩呢是从6岁开始换牙，换牙呢是从中间，也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前面的切牙来开始从前往后换。同时这个年龄段呢，在6岁的时候呢，还会在我们这个乳牙的最后面长出一颗新的牙齿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呢6龄齿。因为它是在6岁长出的，实际上呢是第一恒磨牙，因为在6岁长出呢，所以叫6龄齿。也就是呢，我们的乳牙20颗乳牙到了6岁开始陆陆续续的就要换了，一直到12岁全部的乳牙呢就都要脱落换成相应的恒牙。同时呢在后面还要再长出2颗新的牙，到了大概12岁的时候，在第一恒牙的后面还会再长出一颗新的牙齿，这个呢就叫做第二恒磨牙。也就是说我们的乳牙都长齐了是20颗，从6岁到12岁这个呢是一个剔牙的阶段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换牙期。到了该换牙的年纪，可是天天的乳牙还没有脱落的迹象，天天妈妈又开始担心了。怎么还没有松动的牙？网上查到的补钙食谱成了天天餐桌上的主角，排骨汤、鸡汤、鸡蛋羹，妈妈用各种补钙的偏方来催落天天的乳牙，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好像作用也不大。在天天8岁的时候，有2颗乳牙同时松动了，天天妈妈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问题又出现了。我记得天天第一次换乳牙是下排2颗小门牙先活动的，当时活动了4个月，就是一直不掉，孩子老说牙疼，我就让他张开嘴，我看一下他的牙，我发现他前边那个下排已经长出2颗小牙了，因为那个新牙长出来，旧牙它也不脱落，所以可能就挺疼的。然后我就带他去口腔医院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当时就让我们拔牙。我觉得孩子第一次换牙应该是自然脱落，然后让他拔牙，所以我心里就有点打鼓。天天这样的情况在医学上叫做乳牙滞留，孩子到6、7岁左右，恒牙就开始陆续萌出，替换原有的乳牙。有些孩子恒牙虽已萌出，乳牙却常常不肯让位，迫使恒牙不得不从乳牙的内侧长出，形成双层牙。这种情况下，医生会建议立即拔掉不肯让位的乳牙。在换牙的过程中呢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，就是长了双排牙，
也就是呢，恒牙已经长出来了，乳牙还没掉，这样就出现了两层。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建议呢，还是要把腺样的乳牙拔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乳牙在这里呢占着一个正常的位置，影响了恒牙的正常的萌出。那这个新长的恒牙呢过不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解除这个障碍。因为它没有自己正常脱落嘛，那么我们就人为的干预一下，把这个乳牙拔掉呢，恒牙呢一般来说它慢慢就会回到这个正常的位置上来。如果你迟迟不拔，时间长了以后呢，那有可能呢就会造成牙裂的这个不整齐、不好看。天天的妈妈心疼孩子，不舍得给孩子拔牙，但是也有些家长认为恒牙早晚会长出来。孩子乳牙刚开始松动，觉得影响了孩子进食，就拔掉了乳牙。随意拔乳牙容易导致儿童恒牙的错颌畸形，影响孩子的以后的容貌和健康。那究竟什么情况下孩子要拔除乳牙呢？实际上在换牙阶段或者在儿童时期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是需要拔这个乳牙的哈。比如说一些残根，它都影响，就是有这个牙龈的肿胀啊，有可能呢，还有它的根尖端的炎症会影响下方的恒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残根呢给它拔掉啊。另外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在儿童时期比较常见的，比如说多生牙，就是这个在上牙区比较常见，就是也不是恒牙，也不是乳牙，它多长了这个牙齿，那这个情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，一般来说呢也是需要拔掉的。但是有一种牙是不能拔除的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虎牙。因为很像老虎口角的牙齿，所以被称为虎牙。有些人认为虎牙有碍观瞻，但也有人把虎牙当作可爱的标志。虎牙呢，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一般爱常说的这个尖尖的牙，在一个侧面，那个呢应该指的是正常的牙，我们呢就是应该叫做是第三哈，就是前面第三颗又叫尖牙啊。有的时候呢不能排正常的位置，就是比较靠唇侧，我们叫它虎牙。那个呢不是多长的牙啊，那个是不能拔的。虎牙的学名叫做上颌尖牙，上颌尖牙绝不能随便拔除，因为它在口腔中起着其他牙无法代替的作用。首先，尖牙是口腔中存留时间最长的牙，牙根长而坚固，那牙尖锐有力，在咀嚼中起着撕碎食物的作用。其次，尖牙排列在嘴角两边的转弯处，支撑着嘴角保持面部的丰满。若尖牙缺失，会引起上嘴唇塌陷，影响容貌。如果单侧拔除，会出现双侧面部不对称，影响美观。上颌尖牙不能拔除，但是对于一些必须拔除的牙齿，也不能手软。另外还有一些呢，比如说正畸矫治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牙齿呢需要拔除，这些是呢乳牙拔除比较常见的情况。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从一开始没有积极的治疗，从龋坏的牙齿逐渐逐渐发展了，发展牙髓炎了，到根尖周炎了，然后呢影响到下面的恒牙胚了，那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把这个坏牙拔掉的。那虽然它没有到替换的年龄，那也是需要拔掉的，我们为了保护下面的恒牙，消除感染。为了让孩子顺利长出健康的恒牙，天天妈带孩子拔掉了不脱落的乳牙。原本以为小孩子拔牙是偶发事件，好嘞，姑娘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天天下排靠后面的磨牙松动之后迟迟不脱落。本来是生长的自然规律，为什么天天频频会出现乳牙松动却不脱落的现象呢？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妈妈身上。生命在于运动，牙齿也一样。牙齿的主要作用就是咀嚼食物，宝宝长出乳牙后，让牙齿多咀嚼食物，多锻炼，才能促进乳牙牙根的生长发育。而到了一定时期，也就是孩子六七岁的时候，它才会自然脱落，这是符合一般自然规律的事情，类似于瓜熟蒂落。但是很多家长担心宝宝吃韧性大的东西噎着，怕硬的食物损伤牙齿，把宝宝的食物都弄得过于精细，青菜切断了吃，苹果削薄片吃，坚果磨粉冲泡着吃。这些精细的食物缺乏纤维，
使用时根本无需过多咀嚼，不能够充分的给予乳牙生理性的刺激。恒牙无法取缔对应位置的乳牙，只能另寻出路，从乳牙的后方长出，这就形成了双层牙。长期使用过于精细的食物，除了对恒牙萌出会造成阻碍，严重的还会影响孩子颌骨的发育。儿童这个饮食上来说呢，不光光是对牙齿和对生长发育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，比如健康的饮食、合理的饮食，比如少这个糖啊。对于牙齿来说呢，晚上呢应该是刷完牙以后不再吃东西了，啊，不要夜就含着奶瓶入睡啊等等，这些都很重要哈。一般来说，牙齿的生长发育呢，跟它的全身状况还是有一定关系的。比如说，身体健康的这个孩子，牙齿的萌出呢，会要早一些，这个都是有一定。另外还有跟遗传因素，跟一些环境因素也是有关的。孩子健康饮食呢还是很重要的。另外不要吃过于精细的食物，吃稍微粗糙一点需要咀嚼的。这个呢主要是有利于颌骨的生长发育。那颌骨呢发育好了以后，我们的牙齿呢是这个大小是不变的哈，不管乳牙呢是这么大，恒牙呢就是那么大。但是如果你颌骨发育的不够的话，牙呢就会排不齐，造成牙列拥挤。这个所以说吃这个稍微粗糙一点的食物，需要咀嚼的食物呢，更有利于颌骨的生长发育。孩子牙齿健康的标准要求是做到无龋齿，也就是无蛀牙，排列整齐和正常的咬合关系。牙齿伴随我们的一生，让孩子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，保护牙齿，预防大于治疗。那么孩子在换牙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？在换牙期来说，这个单纯在口腔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是口腔的卫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换牙的过程中呢，嘴里面呢就是高高低低的，有的牙呢刚刚萌出哈，还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冠周炎，就是牙齿在萌生过程中牙龈会退缩，那这个过程牙龈容易肿胀啊、发炎啊等等。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，乳牙呢经常会有一些龋坏的牙齿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核心萌出的牙高低错落的，更容易积存这个食物残渣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更要注意认真的刷牙，保护新萌出的牙齿呢不龋坏。这是同时呢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第一恒磨牙也就是六龄齿，是这个六岁的时候长出来的，很多家长呢都不在意，因为他没有掉乳牙呀，他就只是新长出来的牙，很多家长以为呢这还是个乳牙需要替换，不注意啊，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在意。一个是要认真刷牙，另外呢窝根封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预防龋齿的方法。换牙期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像天天妈妈一样关注孩子的每一点变化，定期带孩子看牙医，也可以随时发现问题，及早解决。在饮食上，换牙期间要多吃含纤维素高、有一定硬度的食物，促使乳牙按时脱落，督促孩子多吃含钙质高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奶酪、豆腐和鱼类，同时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C 和 D。因为这两种维生素可以帮助对于钙质的吸收。及时纠正孩子的一些不良习惯，比如吐舌、咬舌、咬手指头或铅笔、用舌头舔牙齿等等，这些坏习惯都会影响牙齿的生长，导致牙齿变形。好习惯让孩子拥有一口健康美观的牙齿，好牙齿让孩子受用一生。